喜欢温柔体贴年纪比我大的。我是会主动，马上答应。如果价钱很高就卖它。平常喜欢穿很休闲的，有像阿令。就是带着我的粉丝一起做公益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是在家里耍废吧？变形吧？穿胸贴丁字裤？逃跑？就去上啊！把它变掉。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也请继续爱我哦，谢谢大家。